为了给予佛光人鼓励，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办理云端颁奖典礼，针对到今年度佛学会考以及摄影比赛来表扬获奖的优秀者，感谢佛光人集体创作，记录下人间佛教美好的瞬间。一幕幕闪过，记录佛光人集体创作的每一瞬间。从今年度全球佛学会考到摄影比赛，每一位成员展现修持成果。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办理线上颁奖典礼，邀请所有成员们相互表扬勉励，为自己的努力热烈鼓掌。这次的佛学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传承信仰传承的摄影奖啊，佛光知名的摄影奖，真的也很感谢我们摄影协会们在一起啊，一起来参与。那我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哦，就是保留那一刹那的美，让我们可以留下这一刹那的历史。我希望说美好的因缘呢，我们多留下来，美好的时段呢，也能够启发我们未来向往。我告诉弟子应该学习方向，同时生命无常，人生充满希望，记录每一刻美好。雪梨协会佛光人透过云端共享这一欢喜当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行宝和尚及署理会长慈荣法师透过荧幕给予勉励，因为学佛牵起人间佛教因缘，将所学智慧化为生活力量，实践有佛法就有办法，活出自在欢喜人生。人间卫视澳洲雪梨综合报道。